那呢，我问你啊，我甲曹庆比起来，你伫心目中谁较重要？是曹凤甲你讲阿庆的代志哦。你先回答我，谁较重要？醋味足重的哦。是，我伫食醋。 为你付出这么多，我原本个了准，在你的心肝内，除了我以外，就无可能有别人啊。当然无啊，你莫管别人安怎讲，我甲伊只是老朋友。假是你讲的，我拢相信。 你敢真正无骗我？我也不是你女朋友，你管得着？是讲你心内是不是一直搁有恁情我啊？那是有，我哪有可能在家？ 先转啊！哦，我脚去落着，就疼的。啊，来来来，我替你抓抓啊！有较好吧？有啦，你真正足温柔的，啊你。 是安尼才骗到你情某时，我只有对你才会这样温柔。啊，对了，是讲你高跟鞋。哎、欸，你是安怎一直帮我情某的代志啊？嗯，咱两人跟我的情某有啥关系啊？ 安尼，甲曹庆有啥物关系啊？嗯，我跟你解释咧，我袂阁讲着曹庆的代志，好无？哼，你讲哦，你大家讲着恁舅母的时阵，你怎安尼黄呀呀？你是不是甲恁舅母阁有来往？无可能啊！ 是啊，都无可能。大家拢知影，伊即摆失踪啊。你安尼讲，我也真怀疑你是毋是知影伊伫倒位。我毋知影伊伫倒位，非得伊袂阁出现啊。你免烦恼。嗯？啥物叫做袂阁出现？你爱讲互清楚啊。若无吼，我才无可能付出我的感情。 因为是我亲手替伊送行的，我唔相信这种代志，哪会当黑白讲？我是甲你讲真实的，迄天，阮两人去海边啊，然后阮无说做波罗海啊。 后来，伊就甲我抓，无放手，我就甲伊，然后，就后世人一个见面啊，嗯。